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，我觉得他们也许生活得很快乐，他们在事业的实现每一件事的成就感里边很陶醉，心灵也会很快乐，这个也没有问题。从佛学的角度说，生命不是这一世，生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河流，这一世只是其中的一小段，那生命是从过去一直流向未来，永远永无止境的流逝。从根本意义上，我们是不会死的，在意识，不是说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就死亡。我们的意识层面是不断的在流动的，那这一世只是暂时的精彩。你这一世就算活得一生精彩，你认为你很精彩，你创造了很多价值财富。假如你活100岁，那么只是你生命长河里边很微小的一个间断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追求这100年的快乐、100年的成就感或者什么，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。有一些福报好的人，可能一生可能活得很精彩，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困难，因为福报够。但有的人，可能总其一生努力，他都在辛劳、失败之中度过，他想把这一生过得很好，他也很有才华，但是他仍然会失败，他仍然痛苦，他仍然很迷茫，他活得不精彩。不是有才能就可以活得很精彩，是需要福报的。那福报从哪里来？你说你现在也活得很快乐，其实根本上并不是有能力就可以活得很快乐的。有才华的人很多，但并不快乐。快乐是你生生世世累积的因果跟福报，那么他又追溯到你的前世累积了这些因果福报，所以这一世你又有才能又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快乐的生活，让自己的生命很精彩。但是很多人没有。还有从菩萨道角度，如果你只关注你自己的精彩和快乐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人生活在苦难之中，很多人在医院的病人得了绝症的人很辛苦，他们都是你的同类。如果你不关注这些人，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关注是从慈善的角度了，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活，怎么也好活，只是活100年，如果没有生命底线的话，我们怎么混也好混，但是如果我们关注我们生生世世这个东西，然后生命的意义就又不同，不是100年的精彩，是生生世世的精彩，这是宇宙的真理。你生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？你的生生世世，你不是关注你未来到死亡之间这20年的生命，是你生命的意义。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吗？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感情不断的变化，对自己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？究竟怎么样活才是最有意义的生命？去思考。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不是以这个世界的成功不成功来定义了。那么比如我们去赚钱，赚到几个亿是成功呢？当到总统算成功吗？我们的生命算成功吗？赚到几个亿是成功的，世界首富最后再捐出来是成功吗？这样算成功的生命吗？其实这些都是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你去看得越开越广，你的生命的意义价值就又不同。你怎么样定义你的生命？所以比如说我们从修行人的角度，我一个人精彩活的，那么我可能不会很快乐。我觉得带给很多人快乐才是快乐，那不是一种嘴上说说的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？人家说早闻道惜死足矣，如果不能开悟，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。追求的，对，这个世界有很多诱惑，我们可以金钱为满足了，我们拥有了这个我们就很开心，明天拥有这个很开心。我们的开心是很多的，很多的东西可以令我们开，只要我们拥有，但那些是不停的在变的。但是你最终要什么？你的意义最终是体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生命的意义的定位问题。当你临终死亡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很成功了吗？对未来，对死亡，你有没有恐惧？对死亡，你有没有一无所知？你来到这个世界100年，死去的时候你一无所知，你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你不知道死亡我究竟死了没有，下一世我会是什么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而这100年你做了很多事情，你可能觉得问心无愧，但你真的问心无愧吗？你是否做了伤害到了别人的事？可能你有心是好的，但是你却伤别人很深。很多很多事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只是觉得精彩。而生命确实不是这一辈子的事。从佛学的角度，当我们拥有很多钱或者是当了很大的官的时候，其实
你永远不能了解无所得，当一切在你面前但你永远无所得的那种心态，那种自在，你根本在这个世界得不到什么，最终一无所获，你只是体验了一个生命的历程，而这个历程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了什么，而这个历程里充满了因果，它将带到下一世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着你走，只有这些东西。生命历程里有很多东西与名利情欲无关，不是这些。只是触动你，他们只是不断的触动你。只要我们有钱有权，我们什么都可以满足，我们也会很开心，为欲望吗？那人生剩下为欲望所活，但是呢，如果从修道的角度是意义不大的，你发现很多事情没有意义，对你生命的成长没有太大的帮助，你只是满足了，你只是觉得开心刺激，其实也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开心，一段时间而已。